鱼子是一种非常鲜美而名贵的海味，而台南市是这项名产的主要出产地。乌鱼子的制造过程是将鱼子从乌鱼体内割下后，经过盐渍、漂青、压平，然后晒干。台南市今年乌鱼子的产量约有50,000台斤，比往年30,000台斤超出了2/3，大部分供应外销，售价每台斤在385元到390元之间。由于乌鱼子深受大家的喜好，所以销路非常好，为国家争取大量外汇，也为制造业者带来了财富。